经过这段日子的考察，这87个考核指标，你拿了60个满分，7个90分，8个80分，6个70分，3个60分，只有3个不及格。我还是个学霸。你离学霸还差得远。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成绩，让我确定了，你就是我未来的人生伴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已经明确这一点，我希望我们以后的沟通不必只停留在彼此了解的层面上，而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讨论我们的婚礼。